嘅景色，我有啲觉得自己喺外太空啊！我就觉得自己好似去咗海底世界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生活调查团，我系调查员瑞恩啊。嗱，大家睇下我身边呢位靓女啦，佢啱啱从澳洲翻嚟，而今日咧就会同我哋一起展开调查。Hello， 大家好，我叫 Luna。啱先见到呢啲美轮美奂嘅景色，系海底世界定系世界奇观呢？各位电视机前嘅朋友，你哋系唔系觉得好靓呢？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呢个系研究人员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近距离呈现人类牙齿上嘅菌斑嘅放大图。水欣啊，头先睇嗰啲相嘅时候咧，真系好似去咗个好奇幻嘅世界喎。估唔到呢啲竟然係我哋牙齒上面嘅牙菌斑啊！冇錯啦，而家好多人咧朝頭早刷牙咧係為咗去除口氣啊，但係刷牙有助於口氣清新，呢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目的嘅啫，更加重要嘅係為咗消除牙菌斑啦，同埋保持口腔嘅衛生啊！其實咧，我之前喺外國啊，據我了解咧，啲人咧真係好注重牙齒嘅健康嘅，平時會定期清洗檢查，同埋食完飯咧仲會用牙線清潔牙齒噶。哦，但係據我之前嘅了解啊，我亦都同我身邊嘅朋友一齊調查過啊嘛，真係好多人咧等到自己牙齒出現問題啦，先至去揾醫生噶。但係等到問題出現，咁一切就遲啦。好似蛀牙咁啊，如果有一粒牙齒開始蛀牙啦，咁就恢復唔翻以前健康嘅牙齒啦。问题咧，其实唔单止系关乎于自己嘅健康，而且系关系到自己身边人嘅健康同埋安全噶。嗱，最近咧就出现咁样嘅一则新闻。小孩子吃饭的时候啊，不少家长都喜欢先用嘴巴给他嚼碎了，然后再喂给小孩子吃。可是您能想象到吗？这样温情的一幕呢，其实也有安全隐患。话说不久之前呢，湖北武汉有一位21岁小伙子小王，因为胃部不舒服就上医院来检查，最后呢竟然确诊为是胃癌晚期。经过医生的调查呢，发现这个小王患病的原因是因为小的时候奶奶喜欢把食物嚼碎了再喂给他，因此呢就染上了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咁样嘅事并不罕见，据我哋嘅调查，同样嘅事仲发生喺2岁半嘅女孩多多身上。有一次，多多突然呕出咗血，家人将佢送入医院一检查，发现原来感染咗幽门螺杆菌，造成胃溃疡引发嘅胃出血。追究原因，亦都系因为大人着食喂养感染咗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杆菌感染系慢性胃炎、胃溃疡、胃癌嘅主要致病因素，同时佢亦都系引起口臭最直接嘅病菌之一。呢两则新闻确实觉得有啲恐怖啊！呢两则新闻嘅起因都系因为口腔入边嘅细菌。冇错啦，因为咧而家有好多大人冇注意好，而导致小朋友咧感染病菌，而引发出唔同嘅病啊！但系呢种菌唔系每个人都会有啩？Luna， 呢个你就有所不知啦吧？啱先所讲嘅呢种菌啦，其实系牙菌斑嘅细菌之一嚟嘅。菌斑唔系我哋头先睇嗰啲相咩？系啊。幽门螺杆菌主要生存喺我哋嘅牙齿嘅牙菌斑当中，杜绝呢一种幽门螺杆菌，我哋首先要消灭佢嘅温床牙菌斑。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清除到牙菌斑呢？呢啲嘅牙菌斑系咪每个人都有噶？又对我哋有啲咩影响啦？下面我哋请嚟两位嘅志愿者同我哋一齐开展调查。首先我哋介绍下我哋今日嘅两位志愿者啦。Hello， 两位点称呼啊？大家好，我叫宝强。大家好，我叫阿静。嗱，宝强同阿静咧就是我今日嘅两位志愿者啦。我想问一下宝强啦，你觉得你棚牙点咧？我觉得大家日日都应该将牙好似刷到我咁干净先得噶。咁小静咧，我都觉得我刷得好干净啦，已经。嗱，你哋两个都觉得自己刷牙已经刷得够干净啦。其实话俾你哋知啦，你哋根本就冇刷干净你哋棚牙。唔系啩？你唔好呃我啦，我觉得我棚牙都可以当镜啊。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和你的想法都一样，明明已经擦得很干净了，为什么还说没擦干净呢？接下来的时间等我们两个带你们两个去医院做的实验，给你们看清楚你们根本就没有擦干净你们排牙。是不是去咯？ Hello， 王医生你好。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一种药物可以清楚看到我们的牙齿有没有擦干净的？你说的就是这种牙菌斑显示器吧？牙菌斑显示剂是什么来的呢？牙菌斑显示剂是一种红色的染色剂，它的特性是和牙菌斑结合，利用这个特性就可以显示牙菌斑容易堆积之处，用完之后牙齿越红就证明牙斑菌越多。这嚿嘢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犀利呢？我们一起来等志愿者试一试啦。咁
咁我哋兩位志願者咧已經準備好啦，而家有請佢哋試用呢個牙菌斑顯示劑，睇下效果係點嘅先。每次都系认真刷牙小正，同自认为自己棚牙白到可以当镜照嘅宝强，佢哋两个人嘅牙齿到底会唔会有牙斑菌呢？接住落嚟，我哋拭目以待。好啦，咁我哋两位志愿者咧已经攞完口啦，我哋而家有请佢哋展示一下佢哋而家排牙系点嘅。哇！你哋嘅牙全部变晒红色啊！唔系啩？因为咁嘅，太震惊啦！完全冇想过结果是这样的，牙菌斑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那这个问题呢都有请我们的王医生来帮我们解决一下啦。有请我们王医生。王医生你好。你好。牙菌斑是指粘附在牙齿表面或口腔其他软组织上的微生物群。但我日日都有刷牙的，每次还刷两三分钟，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牙菌斑的？牙齿能够是否能够刷得干不干净，以及牙菌斑是否能够有效的去除，其实是跟正确的刷牙方法和刷牙效率有关。并不是说你刷的时间越长，你刷的就越干净。嗱，冇呃你啩？咁而家咧，你哋就按照你哋嘅方法去刷牙，完咗之后咧，我哋再睇下你哋识唔识刷牙。老師，我啱先見到咧，佢哋刷牙方法唔一樣，一個咧係乾刷，一個咧就係濕刷。咁我哋平時應該點樣刷呢？如果是乾刷的話呢，那牙刷的刷毛會比較硬，那樣容易損傷牙龈。牙刷的刷毛是在杯子裡面是向上。因为如果是将刷毛向下放在杯子里面呢，环境潮湿，容易滋生细菌。牙刷刷毛向上的话呢，就可以让它保持干燥。啱啱听完专家的分析，两位志愿者再嚟刷多次牙。好啦，你哋而家觉得刷得干净未咧？梗系干净啦，我都刷咗两次咯。我都刷干净啦。嗯，干唔干净咧就唔系你哋话事噶啦，我哋用呢个显示剂啦，试多次。嗱，咁我哋見到兩位志願者嘅牙齒啦，相比第一次用呢個牙菌斑顯示劑咧，係改善咗好多嘅。我們剛剛看到志願者刷了兩次牙齒，其實呢，刷兩次牙齒並不代表牙齒一定會刷得乾淨。那麼不正確的刷牙方法，不僅不能夠有效地清除牙菌斑，而且還會對牙釉質造成一定的損害。為了保持牙齒健康，比頻繁刷牙更重要的是正确有效的清洁牙齿。医生，我哋点样样先可以保持有效嘅清洁牙齿咧？正确的刷牙方法就是八支刷牙法，它要求牙齿的每个牙面都要刷到。那么首先我们将刷毛，轻轻的放在牙齿的龈沟，与牙床轴成45度角，水平颤动2毫米，大约是10下，然后顺着牙缝的方向，轻轻的向下浮刷。两颗牙为一组，这是颊侧面的刷牙方法。那么舌侧面和上颚侧面呢，方法是一样的。咬合面可以来回的浮刷。前牙呢，要把牙刷竖起，轻轻压在龈沟内，顺着这个牙床轴方向向上浮刷。前牙的唇面和后牙的颊面，方法都是一样的。好啦，醫生已經教咗我哋正確嘅刷牙方法啦。唔知道電視機前觀眾朋友，你哋有學識未咧？嗱，俗語都有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咁上面咧就教大家一啲正確嘅刷牙方法。咁跟住嚟啦，仲爭一步，就係一支好嘅牙刷啦。咁市面上咧就有好多品種嘅牙刷，而我呢度咧就準備咗5支。咁我哋睇下第一支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咧，邊邊有好多膠。咁我諗咧，摸起身都幾舒服下嘅。咁第二支啦，我哋可以見到側面睇咧，佢係成咗個波浪形嘅。好啦，咁我哋睇下第三支。咁第三支我哋見到佢前面呢撅牙刷毛咧，係自己分開咗嘅。刷牙是我们每日经常做的清洁口腔的工作，但对于刷牙的工具牙刷，它是很少人真正关心应该怎样去选购。现在我们请来专家帮手看看哪种牙刷最好，我们平时又应该怎买牙刷。怎样选择合适的牙刷呢？首先一点，选择的一个合适的
这个刷毛。这个刷毛呢，一般的它有几种，软毛的、中等硬度的和硬毛的。从功能上来讲呢，它都有一些作用。你像一般的软性的，主要就是用于一些，就是像牙周病的或者小孩子使用的，它一般的力量比较轻微，去污能力啊、去软骨的能力就比较差一点。中等硬度的话，一般就是比较普遍选用的，它有时候一般的对牙齿、对牙龈，它的这个刺激都会小一点，而且清洁作用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一些这个硬，尤其是一些硬性的这个刷毛，一般的我们在平常大地使用的就比较少，或者说有些情况下就是用来刷假牙呀的一些选用。这个一般的我们就选用中等，就是这个中等硬度的刷毛的牙刷，这个是比较常用的。第二个就是根据自己牙齿的一些特殊的需求，选择这个刷毛的一些形态。这种波浪形的，一般的多半它就是用于刷这个咬合面的，它的因为这个牙齿的面它是不平的。比如说有牙周病的，最好选用一些零件刷，就是说把这个牙齿的零件呐、都可以刷好的。如果说后面智齿长得不好的，我们就选用一些这个能够对后牙专门产生这个清洁作用的牙刷。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一把牙刷使用3个月左右是最佳的使用时间。生活调查团提醒你，除了刷牙要多多注意之外，还要选择适合自己口腔情况的牙刷。下面我们还有几个小建议给大家。一般3个月就应该换一次牙刷。另外，牙刷是不可以合用的，以防相互传染疾病。牙刷不应该放在洗手间或者浴室，要距离洗刷用品保持一定的距离。牙刷毛通常要呈簇状排列成3到4排，选择多速铲毛更加有利提高清洁的效率。牙刷手柄应该同手型匹配，建议选用刷柄和刷头的角度是17到20度的牙刷。好了，听完专家的咁多小贴士之后，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怎样去揀一支适合你自己的牙刷呢？哇，真的估不到咁细的牙刷里面居然隐藏着咁大的学问啊。牙刷不是揀贵的就得了，最重要的呢就揀一支适合你自己的。好了，现在牙刷就揀完了，那是不是加一支美白牙膏就可以将我们的牙齿刷得又白又干净呢？刷牙虽然是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件小事，但是就因为这样的小事就会影响着你的健康啊。我们棚牙呢跟着我们成世的，所以更加要好好爱惜它，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因为呢，一排这么漂亮的牙齿会令到你在人家的印象里面加分啦，同时在你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和你交流的时候，或者展露你笑容的时候呢，会更加自信的。讲起洁白牙齿，我平时都会用美白成分的牙膏的。哦，那这个美白牙膏是不是真的有效的？那不如我们再来深度调查一下。补平磁药让它光滑洁白。啊，你的牙路也不平滑，牙渍藏在那儿不容易刷白。微米级美白因子，牙齿表面更感光滑洁白，绽放磁感白。有牙渍，有效去除烟渍、茶渍、咖啡渍，自在笑容亮出来。美白这个词我们成日都会在广告当中听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譬如说饮茶、咖啡、红酒、吃咖喱、吃烟，又或者吃药，这些都会在我们的牙齿上面留下色素的。久了之后呢，我们牙齿上面就会留下污渍，所以美白牙膏呢就很关键了。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就去做下实验，看看在市面上买到的美白牙膏究竟是不是可以有效地去除污渍呢？这个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了。牙膏到底可不可以美白，主要是看它去渍的能力有几强，所以我们选择被茶浸泡长时间的茶叶蛋进行测试。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土豪，准备了3只茶叶蛋给我。为什么要选茶叶蛋呢？是因为我们平时用美白牙膏都是为了去除茶渍、咖啡渍、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就选择了茶叶蛋。而且茶叶蛋长时间在茶水当中浸泡，咁我哋咧今次就將佢當作係我哋平時含有茶色嘅牙齒嚟進行實驗。好啦，我哋而家開始實驗啦。咁我而家咧就準備咗一支美白嘅牙膏同埋一支普通嘅牙膏，咁陣間就會分別搽喺茶葉蛋上面，之後再攞清水洗咗佢，再睇下效果係點嘅。嗱，咁我哋實驗當中啦，兩支牙膏都會取同等嘅份量。好啦，咁我哋就攞2號嘅雞蛋嚟用美白牙膏嚟刷啦。
咦，我啱先擠牙膏嘅時候咧，發現佢牙膏裏邊係含有好多啲藍色嘅顆粒㗎。但我刷下刷下嘅時候咧，發覺嗰啲顆粒會越嚟越細喎。但係唔知道係咪我個錯覺咧？咁我哋今次實驗咧就進行30秒嘅，而家30秒差唔多過去啦。我哋咧就將佢攞清水洗咗佢，然後擺埋一邊。好啦，我哋而家洗乾淨啦，我哋將呢個2号嘅茶葉蛋擺埋一邊先。咁我而家咧就攞普通嘅牙膏嚟洗3号嘅茶葉蛋。好啦，30秒過去啦，我哋亦都擦到差唔多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攞啲清水去洗咗佢。好啦，我已經幫2个茶葉蛋洗完白白啦，我哋而家擺翻原先嘅位置。咁我哋咧就將用咗2个牙膏嘅茶葉蛋同1号相比啦，我哋見到明顯係白咗好多嘅。咁2号茶葉蛋同埋3号茶葉蛋相比啦，顏色亦都係差唔多白嘅。嗱，我哋可以睇下。從我哋呢個實驗結果嚟睇，呢2个雞蛋嘅顏色係比較相似噶。由此可以睇嚟，相對於淺層嘅污跡，呢2种牙膏嘅效果都係旗鼓相當。為咗進一步驗證美白牙膏係咪比普通牙膏喺去跡方面略勝一籌，下面我哋再嚟做一個實驗，睇下結果又係點。美白牙膏相對於普通牙膏係咪真係可以美白呢？我哋等陣就用比茶渍、咖啡渍更加难擦嘅油性筆嚟做實驗。嗯，咁大家睇下我手上嗰呢塊板啦。咁呢個咧就我哋事先準備好嘅，呢邊係寫住美白2个字，證明我一陣間咧係要用美白牙膏嚟擦佢。而我咧就會用普通牙膏嚟擦呢邊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就準備開始實驗啦。咁我哋咧就按照我哋平時擦牙嘅方法，來回各擦一次咧，就一個回合啦。咁總共咧係擦30秒嘅。咁我哋而家咧會用一樣牙膏嘅份量。好啦，我哋而家嚟試下。我刷，我刷刷刷，牙膏輕輕給它擠一下。我刷，我刷，我刷刷刷。好啦，30秒過去啦，我哋已經擦完啦。而家我哋過下水先，睇效果係點樣嘅。水欣啊，睇下呢塊板真係白咗好多喎。唔係喎，你睇下我呢邊明顯比你嗰邊白好多啦。嗱，你再睇下我手上嘅呢支牙刷啦，呢支牙刷就我啱先攞嚟刷我呢邊美白牙膏嘅。咁你見到佢裏邊咧已經有好多黑色嘅嘢，而呢啲咧就係馬克筆嘅跡嚟㗎。究竟美白牙膏係咪真係比普通牙膏犀利咁多呢？從我哋呢個實驗嚟睇，美白牙膏確實比普通牙膏嘅去跡效果更為顯著。咁係咪因為美白牙膏所含有啲乜嘢神奇嘅成分呢？現在就是市面上的牙膏的種類是相當之多的，它的基本的成分主要就是一些這個泡沫劑，通常說的一些摩擦劑。那麼這些摩擦劑，你像比較好的，裡面它有一些氢氧化鋁啊的一些成分，在差的，你像有一些這個用一些碳酸钙啊等一些这个摩擦剂。同时专家都讲咗啦，如果美白牙膏嘅摩擦颗粒较大、较为坚硬，长期使用好可能就会导致牙齿磨耗。嗱，美白牙膏啦，之所以可以美白，我哋啱先已经讲咗，美白牙膏里边系含有呢个摩擦剂嘅。好啦，我哋而家咧就攞咗2个新嘅光盘盒嚟做实验啦。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就将光盘盒当成我们没有受损的牙齿，再要我们的主持拿着牙刷模拟刷牙的动作，往复一个回合的一次，一共会用相同的力刷30秒，看看磨损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好了，我们现在出得差不多时间了，洗了它吧。好了，我们已经洗干净了。哇， Luna 你看看，我刚才擦美白牙膏的这个位置啊，好多划痕啊！但系我呢块乜事都冇喎。系喎，而且好光滑，仲可以照镜添。睇嚟呢个美白牙膏对于我哋嘅光盘盒系真系有影响噶。咁平时如果我哋人用咗呢种美白牙膏嘅话，咁会唔会对牙齿造成磨损呢？磨损的牙齿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呢？如果刷牙方式不正确的话，有可能会造成牙釉质的一个磨损。那么牙釉质缺失以后呢，牙本质就会暴露出来，引起牙本质敏感。那么当病人接触冷热刺激的时候，就会出现酸痛的症状。牙本质缺损达到中层和深层的时候，慢性的刺激会引起牙髓的一个病变，导致坏死啊、钙化这些症状出现。
当病损达到牙本质深层和中层的时候，慢性的一个刺激会引起牙髓坏死或闭锁，牙髓腔的闭锁，导致牙髓炎、根尖周病的发生。专家话，当有质全部磨损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牙本质过敏症。磨损到牙本质中层之后，牙髓就会因为长期受刺激，从而发生接近性坏死或者系髓腔闭锁。牙本质继续迅速磨损，可能会导致髓腔暴露，引起牙髓病同根尖周炎，继而发生银乳头病，甚至牙周炎、黏膜白斑同乳疮性溃疡。所以专家就提醒我哋，比白牙膏虽然去渍能力比普通牙膏强，比较适合牙齿有烟渍嘅人用。但是就不建议长时间使用了。我想起呢，我之前去洗牙的时候啊，都会进行抛光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减少牙齿表面的刮痕和降低色素沉淀的可能性。但是你长期使用美白牙膏的话，不单止会对你的牙签造成磨损，而且会加速色素的沉淀，这样你本身想美白牙齿，结果就没效果了。看来相对于洁白牙齿，我首先呢就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了。没错啦。调查到呢度，同大家总结一下本期嘅主要内容。刷牙系为咗预防牙菌斑嘅产生，甚至刷甩牙菌斑，因为牙菌斑系引起各种牙齿问题嘅主要原因之一。刷牙唔系刷嘅时间越长就越干净噶，比起长时间刷牙，更加重要嘅系认真刷牙。牙刷并唔系越贵越好，最重要嘅仲系适合你自己嘅牙刷。美白牙膏只能够去除表层嘅着色，并唔可以去除深层嘅颜色，而佢所含有嘅摩擦剂会磨损牙齿，最后本来先要美白牙齿的效果最终适得其反。我们觉得刷牙都是我们由细到大都懂的事，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刷牙的效果并不是好像广告讲得那么好。那究竟是牙刷不啱，还是牙膏不啱，抑或是刷的顺序不啱，或者方式不啱呢？看完这期节目，相信你们都有所收益的。通过今天的调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回家的时候不妨可以试一下，那你的牙就会越刷越白，越刷越健康了。好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本期节目的内容或者资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好了，我们今期的节目差不多，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